这段珍贵的新闻影像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，此时河姆渡遗址发掘正在进行中，不断出土的文物也被镜头一一捕捉。影像忠实地记录了这些植物遗存出土伊始的样态，它们依然泛着成熟的金黄色，仿佛疏忽间穿越了数千年。鲜黄的稻谷，还有这个稻叶、稻杆，都是碧青的，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稻杆、稻叶呢是差不多的。稻谷是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，我过去在全国搞了许多考古地方去，一个遗址里出来几粒谷子，哦哟，可不得了了，红豆啊，老一把就是。我们是到底是啊，红豆出来了最高的70-80公分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稻谷、稻壳等遗存令考古工作者喜出望外，他们预感到这一次的发现将非比寻常。